竹筒献爱心，要驰援夏威夷灾区。近似金色法师来关怀美国慈济核桃幼儿园的学生们，热情表演，还要送他们画的卡片。这个 cake， 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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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我们教室。请。另外，小学生也尽地主之谊，向访客介绍学习成果。教育园区内的生命科学农场如同天然教室，提供实作示范场所，也开放社区民众种植。果实累累，让师傅很赞叹，亲手采摘一起品尝，把握心灵充电的机会，教育之业体同仁与志工与法师近距离互动。李云林邀约邻居来农场当志工，一年来也从中学习，把对的事做对做好，用爱的软实力守护志业。关怀团的陪伴与鼓舞是大家前进的动力，守护社区也深耕教育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陈一柔、蔡宜萱、匡世英、李建群，美国报道。